欢迎生日快乐对自己说，宝宝生日快乐。那这个时间如果说想点烧话的宝宝，我们家是一组王林可以点一副单煞，两组王林可以点一副财煞，想砍黄马的宝宝一组134可以砍一个黄马，并且会赠送一副价值5020的烧话哦。想画真人画像的宝宝，我们家是两组520画一副单煞的真人画像，想画彩煞真人画像的话是4组520。如果说你已经是我们家的黄马了，只需要一组888个小礼物就能画一副真人画像的单煞。如果说想画彩煞真人画像的话，就需要只需要两组888个小礼物就可以了。当然这些所有的礼物都是要上榜的礼物，并且是炸弹除外啊。这幅画还能改字吗？瑶瑶出来吃哈密瓜，瑶瑶有人请你吃哈密瓜。欢迎飘乐，欢迎小妹儿，欢迎大家走进大海沙画，下午好。欢迎刚刚这样朋友啊，这幅画可以改字吗？要口红，香奈儿的，说可以改字是吧？欢迎尖刀连队长，欢迎宝宝。还有这个时间想感激的喜欢这幅画的，觉得这幅画很萌的，很适合自己女朋友的宝宝，可以刷出你的小礼物啊。两组188可以改普通字体，三组188可以改艺术字体。哎，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声音贼好听呢？为什么我觉得声音好听呢？那座夜空怎对心很心碎，错觉是吗？男生下午好。欢迎微微。我觉得这只猫的尾巴画得很漂亮，喜欢它尾巴，不过再弯一点就好了，就比较妖娆一点。啊，这个时间没有点打卡宝宝可以点一下打卡，喜欢我们家烧画的，喜欢看烧画的宝宝可以点一下直播室通知。我们的烧画是每天早上6点钟到10点钟，下午2点钟到6点钟，晚上的8点钟到凌晨的1点钟。比如说喜欢烧画的宝宝，可以想画烧画宝宝可以在这段时间来我们的频道。欢迎铁卫周，想点歌宝宝一组188就可以放你喜欢听的歌啦。噔噔噔噔，我发现妖姐又失常。啦啦啦啦，欢迎小六，欢迎沈娘。谁知要爱上你也说过吧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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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总是觉得自己声音贼好听，哎，好烦啊！欢迎这个叫风的宝宝，好难过，我也不想自己声音这么好听啊！声音好听就算了，还长得那么好看，哎，真的是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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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男的花的还是女的？我不知道。我看不出来。下午好像是妹妹画的，好像是海妹妹画的吧。我有母鸡啊，你可以问一下幺幺。如果说想画烧画宝宝，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六麦，加一下他的好友咨询一下。如果不知道画什么的宝宝，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链接，链接里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有什么想要画的，有没有喜欢的。想改造宝宝抓紧时间，两组188可以把改普通字体，三组188可以改艺术字体，非常漂亮的一幅画，非常乖巧的一幅画，很适合乖巧的女孩子。吹过玉门关，吹过南泥关，
你在北方注定抛弃，吹走了河水，吹散了云堆。感谢我瑶的鲜花，带有鲜花宝宝送一下你们鲜花吧。没有点心的宝宝可以送一下你们点心啊。嗯，这是什么歌？哎，你居然不知道这首歌这么火？这首歌叫《春风吹》。